这台是我的，三十瓦的是吧？嗯，放心吧。我给你拿的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对吧？这还是我。我自己拿，我你不知道撞哪。 是你客户的工厂吗？啊？你打的这个字是一个公司的标志还是客户的名字？嗯，对。那我们也能用是吧？